来我直接上面要直接被我拒绝啊，这个我觉得我那个我自己搜索了，我跟你讲是你的，但我配合的很差，为什么我一直在看这个，而且你有一个然后还需要记得带礼物来看，就是那个，那个什么两，对对对对，什么五年是吧？这个我已经买个至少六个。真的吗？我敢，我真的不敢。不要不说不敢，是啊，他们已经全部坐在位置上，老美人呢？你好。也可以，如果你改的话，应该是不要的。好了，来，观众朋友们上课了哈。那我提醒一下，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价值思维这堂课里面，所以我们价值这边会有一份作业，就新闻时事伦理分析。好，一个新闻事件，目的论，义务论去分析它，最后告诉我个人的想法。整个步骤完成，准时缴交，会得到这份作业的零分。你缴交给我之后，我会付你的字数，等于是你的分数。好，大家记好。但是如果迟交一周之内，迟交一周之内会扣两分，两周会扣到四分，最多最多我只扣四分。觉得你最后在哪怕在最后礼拜交，还都有机会得到其中的一分。大家讲好。那这个作业呢，请记得我再说一个，一个新闻事件，目的论、义务论去分析它，最后告诉你个人的想法。这是这份作业。那五月十五号礼拜六晚上九点以前，记得要交交。很多同学已经可能已经陆陆续在交了哈。那就提醒所有们这份作业，怎么交？可以用传那个内部传私讯给我就可以了啊，私讯给我就可以了。那只要把文字私讯给我哈，哦，不用，可以不用加。卫生纸我可以收到，对，好，好，我反正我都会去看卫生纸，也都会通知，然后这个可以放心。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呢？第二件事就是想要这生会长有点算是宣导一下哈，如果说。现场的各位同学，如果你有考未来考打算考虑要那个想考法律相关科系、犯罪防治相关科系或警大，或者是心理，好那个心理，然后社工，或者是教育辅导这些的，好，都在这里说说，好，这个法律相关，或者是这个犯罪防治，或者是这个心理辅导、社工、教育等等这些的同学啊。我这边有一个营队活动，我觉得还不错，我是好康的才跟你们说，好好康我才会讲这个营队活动，我觉得很值得参加。它是那个这是全台湾应该说首例哈，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是高中生的监所关注营，好，高中生的监所关注营，会从法律的尝试，会告诉你们从怎么去解读一个法案，然后或者判决的问题，还有包含这些受刑人的收容人的他们的权利问题，会去做三天两夜的一个讨论，好，包含一些上课，然后呢，当然也会给你们所谓的参与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证明书吧，好，然后会有些提供。他是住在西门町的国军英雄馆，国军的这个啊。啊，为什么有国军英雄馆有住的地方？好，三天两夜的活动哈，然后含食宿当然要费用，但是我觉得我是说真的，我觉得费用很便宜，你说多少钱哦？再讲吧，因为我觉得有兴趣啊，好，费用我是真的觉得不贵，但是我觉得你们既然还是，因为我都跟别的团队来比，我觉得它很便宜，对，它是2600，清水不包可以好不好？可是我们一个人多少钱？对啊，我是觉得很便宜啊。
我是说这三天两夜包含 T 恤会送你 T 纪念 T 恤，然后而且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太难看。重点是你又可以放在学习历程里面。好，学生那边那来了来，现在来。现在目前还在接洽中，这个营队活动还在接洽。接洽台湾的，这个目前有四个监所，北部有四，台北有四个监所还在接洽中，但是看起来机会渺茫，就是能不能参访，还能不能参访监所？但是我也去协助去接洽另外一个监所，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去参访。为什么？如果假设真的，因为现在为什么机会渺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如果某一个监所愿意开放，让各位同学都去参访的，我真的觉得机会难得。因为你们知道吗？其实你们是不能去开的。是必须要写公文，然后写签呈送上去，因为你都未满18岁，所以照你是不能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你们来讲，升学的学习历程来讲，都非常非常有帮助。好，我刚刚说，考未来打算考这个法律相关，或者是犯罪防治，考社工、教育、心理等等等等这些相关的科系，你可以考虑参加。像这样子的营队活动啊，如果真的有想参加的，可以私下再询问相关的内容，好是哪个单位办的，然后他的那个报名的网站，你可以先看看。因为目前呢，上个礼拜才抛出来两天，我再说一次哦，才抛这个讯息才丢出来，而且还没有大力宣传哦，才两天就已经快10位报名了，总人数只有30位，只有30个，全台湾只有30个名额，就已经快10位报名，才两天了，还没有做宣传哦。就已经两天下来了，所以其实两天就已经将近10位，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哈。那我觉得，因为我不可能只在特定的某些班级讲，所以我每一个班我都还认识，还是会说一下。那有兴趣的人可以考虑一下哈。好，那我们今天还是在那个价值芯片里面，然后我们讨论人如何活着哈。那其实在这生教育的五大学重点，我们进行到第四个学重点，叫价值思辨。那这讨论是人如何活的。那我说第一个问题嘛，人为什么活着，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如何活？那在这边呢，我们在讲旧课纲里面讨论的是问题是什么？那个思考与学的信仰、婚姻、伦理跟科学与生命伦理，各位有没有看到 keyword？ 它的关键词是什么？道德跟伦理。好，但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伦理跟道德同样是同一个概念。啊，同一个概念，有一些人很无聊，会刻意区分啊，道德代表行为的结果，那伦理代表行为的本身。啊，我跟你讲，我们绝对不会用无聊去区分，我们会说伦理等于道德，道德等于伦理。那你会说，那老师你为什么要刻意区分伦理跟道德？那只是我们口嘴巴看起来说哪一个说的比较顺，就会用哪一个。其实同样都是同样的字眼哈。好，那其实我们讲到伦理道德的概念呢，其实我要说，台湾现在目前欠缺的就是这个教育。在早期啊，我那个求学，就是你们老师的那个求学时期呢，我们小学会上一个叫生活与伦理的课程，我们国中会上公民与道德。所以你发现现在的课本已经不是了，现在课本叫生活课，现在课本叫做什么？公民与这个社会，对不对？他不跟你讲伦理，也不跟你讲道德，所以才从99学年度开始，生命教育进入之后。开始告诉你说什么叫伦理，什么叫做道德。好了，从年轻人来看，人为什么活着？我们之前讨论过嘛，人要为爱而去活，所以呼应过去年轻人原则，第一个、第二、再一个、三，看见神，看见佛，看见人，第一个去爱，第一个去给。人要为爱而去活的。那第二个问题呢？人如何活的？人要为善而去活出来，那应该去行善嘛。所以我说，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给人方便，怀疑发怒，免于宽恕，勇于道歉了。好，那接下来，还是提醒各位，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二份正式要讲教室，但是这份作业大概是5月底6月初，那确定的时间我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课程还没上到，所以我还没有跟你说了哈。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段影片吧。小时候能不能那么做？凭什么？真的，哎呦，是传统美学。我信你个鬼啊！就是因为现在像你这种倚老卖老的年人太多了，叫你坐公交车刷老年卡不用花钱，没事就往公交车上挤。我们年轻人工作一定也很累呀、啊，凭什么非要比你们这些老年人要多呀？对，现在的老年人一下工作都站不够，一看广场舞，谁比谁的好？不是老年人，是饭店啊。哎，我不是让你给我和尚做，我是想让你给这位孕妇上做。年纪也没有什么用了，你肚子的孩子是未来的希望。行了，你赶快坐下来。
政府见我们都很坚持，感动地坐了下来。做了好事的我们都非常的欣慰。一路上，政府眼里有包含着泪水。我知道他今天感受到了人间充满爱。最后下车的时候，他留下让我们终身难忘的一句话：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努力解决的。哎，成年人都不容易。会不会怎么样？你看到人家真的有需要问题，真的会让位吗？啊，真的会让位吗？啊，你真的会去自己是让位啊？就是给人信心、欢喜、希望和方便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点基本的力学喽，因为我们今天课程会比较内容比较多哈。那这个基本的力学的部分呢，我们先看一下这段影片。这个影片呢，里面我必须先说明一下，前面大概只有五分钟，前面大概四分钟有点，对于你来讲可能枯燥又乏味。那最后一分钟是最精华、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啊，请各位同学来仔细看一下这段影片喽。啊，这个影片是黑白的，嗯，全黑白。可以，我把这边把这全部拿好，因为有点对，把床开亮。
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他到底在看什么？你们看到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先来做一点来简单讨论啊。那请问各位同学，刚才这样看的情况之下，你认为公车司机有没有责任呢？因为孕妇被打到了，而认为公车司机有没有责任呢？好，来认为公车司机有责任的，请举手。哎，只有你觉得有责任，为什么？可是他不让那男生上车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司有规定说没有到站不能上下车。感觉情况我就应该让他上车，是不是？可是那就违反公司的规定。好，没关系，但是肯定觉得没那个有责任，而且他都觉得没责任，对。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基于认为公车司机没有责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女司机。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司机，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司机，又比较能看的女司机，所以你的判断价值被影响。你要了解吗？而不懂的话，我告诉你，我先说她有责任。为什么说她有责任？因为这个司机是一个严重的双标仔。她刚才应该双线，各位同学，她一切都看到。那你又跟我说对啊，那你怎么举手说她责任？该那个双黄线上面。好，不管是双黄双白，反正双线就是不能压，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不对啦，他不遵守交通规则在先，这时候却说公司的规定，所以代表他是严重双黄，他代表他能够变通，就像他说的，他紧急情况他是能够变通，为什么他不变通？他是严重的什么双标？那我刚刚说，为什么你们会有的判断的价值点可能会受到，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女司机，而且长得还能看。好，那理由点，如果我今天把公司司机换成你们班的班长。如果把这工作机换成你们的校长，你可能答案就不太一样了。你的答案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不要你举手，但是你可能就觉得对他有责任了。你答案就不一样。所以的话，那个导演在那边设计是年轻的女司机开车，对不对？年轻女生来开这台车，所以如果今天换成中年的阿培呢，你是不是答案就不一样？各位懂我意思吗？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双标呢？这台湾人就是一个严重的双标者。来，我们看到人帅医生俊，人丑大肠俊，好，先看这边哈。这个是曾经一个是卖冰的哈，一个卖豆花卖冰的哈。你看看穿着这样子啊，多少女客人要排队去买吃冰淇淋，去买豆花来吃啊，买豆花来吃啊。但是同样做餐饮业哦，这边来看看，同样的打四国的啦，抓羊抠脚啊，煮茶，然后呢贩卖这个恶心的工厂，同一年哦，这是同一年的新闻哦，大家是不是也弄双标？哎，请问这样子卖豆花，你要去买？要啊。啊，这样子卖豆花，你要买？他也会抠啊，你以为他没有抠哦？所以我要说的是，人帅医生俊，人丑大肠，你会因为一个人而影响到你的判断价值。好了，那这部影片为什么设计黑白的？理由很简单啊，理由在这里，成功的代价。在德国，其实他们最大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又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最大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最大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最大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跟我来去在很大角落说话了。好，这首诗呢，我将把它改编成现在各位同学习惯性用的，就是干我屁事。标题叫做干我屁事。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失火了，干我屁事。火烧到了我家的隔壁的隔壁了，干我屁事。火烧到我家的隔壁了，干我屁事。最后火烧到我家了，却没有站起来为我家扑火了。所以为什么这部影片要设计黑白的？因为大家都是一种干我屁事的概念。我们刚刚讨论的是公车司机，现在我们讨论乘客。你们觉得乘客没有责任吗？这群乘客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帮忙说话，因为我们都很自私。你不也是自私吗？请问你看看你在坐公车上面，你看到有人在跑的时候，你会什么心态？像我自己的心态就是这样，跟你们一样。哦，看你们跑多远，继续跑往来跑往跑都看了，是不是？好，所以我要说的，这群乘客是什么？第一个，我已经在公车上，所以我不赶时间。第二个，外面下着雨了，反正我这边没淋到雨，所以你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所以冷漠。这部影片设计的冷漠。好，那我现在再问下一个问题了，请问各位同学，高中生能不能讨论公共政策或者政治议题？能不能？你们觉得能不能？该不该？要不要？好，认为高中生应该要讨论公共政策议题的，请举手。应该要的，多多讨论的。好，认为不应该的，请举手。为什么有同学都不举手？好，到底能不能讨论？我告诉你，应该要。为什么应该要？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哈，
某些政党其实他们是要把这个有打算，就是把台湾的这个投票年龄下修到18岁。可是你想想，如果今天下修投票年龄下修到18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高三的学长姐都有机会可以去投票，那你敢把你的未来交给他？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高中校园就应该秉着公正的态度而去讨论一些公共政策或者政治问题？可是我们在高中我们却不敢讨论，为什么？怕分裂大家，怕什么？好像洗脑教育。好，所以好像似乎又不行，所以便处在一种很尴尬的一种状态之下。好，那一样的，这一部影片在这设计的是什么？这边设计什么？如果你的冷漠、你的自私影响的是你的什么下一代？哎，各位同学，这里面的那个跑路的那个人、公车司机、所有的乘客、孕妇都没事，最后最有事的是谁？腹中胎儿，那个宝宝出事了。一样的，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不练习去讨论关于公共政策，不愿意用一个伦理道德思考的概念去思考的情况之下，秉持公正的态度，那么影响的是什么？你的下一代，不是我。下面什么？为什么这部影片设计黑白的？为什么这部影片设计是孕妇的肚子被打到？因为她倒霉是谁？下一代，因为我们的冷漠，因为我们的自私。所以为什么这个作业延伸出一份作业，就新闻时事伦理分析？我不想跟你讨论过多的什么公共政策或政治意义，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会什么，秉持一个立场不必中立，态度必须公正的一个最高原则来去思考关于公共政策或者是政治意义。好，你好好去讨论的话，你开始慢慢培养那种能够独立思考的一种方法，对于未来我们都会有好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爱的相反并不是恨，好，爱的相反是冷漠。所以我们刚刚说冷漠和爱所付必须得付出他的绝对的代价，哈。来，司机的选择，你在牧师的范围之内，你是火车司机，在牧师的范围之内，有看到五个小孩在玩耍，鸣笛刹车都来不及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把车转到废弃轨道，请问你会直走撞五个，转弯撞一个，哈？选择直走撞五个的同学，请举手。直走撞五个，好，选择转弯撞一个的，请举手。选择转弯撞一个的，请举手。有人举手吗？没关系，就举手啊。两位同学的，好，这两位同学下课来先帮我写个谢谢书啊。就是说这学期大家全班同学都不用写作业，你们两个要按时交作业，然后呢，我当了你的，不当他的，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对不对？当然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无辜的，为什么我们交作业要当了我？那一样的，为什么要撞他？好，刚才举手撞五个的请举手。好，刚刚说的，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真的应该去辅导室好好辅导一下，为什么？是，他以前还找数学老师好好上个课。五不是大于一吗？五不是生命，难道不是大于一的生命吗？而且是五个生命，还有五个家庭呢。怎么就跟我什么事？你看看又来了，跟我什么事？是不是又来了？所以呢，我要说这些呢，还有刚才不举手的同学，你们不就是一种沉默的代价吗？所以到底怎么回事？你看看，说撞一个也不对，撞五个也不对，哎，不举手也不对，那怎么样才是对？好，我们刚看完这公车是跟火车司机的决，那我们看看这铁路管理员怎么，他的抉择又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哦，你的小孩在下面哦，那请问你会怎么做呢？要不要拉下拉杆让自己小孩粉身碎骨？好，要愿意拉下拉杆让自己小孩粉身碎骨的请举手。你有一位两位好感动好棒棒。好，那所以期待就是让整个火车所有人死掉吗？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要拉下拉杆？我要活。啊？你要活着？啊，你本来就活着啊。这好像无关吧？好，那所以到底选拉还是不拉，很难抉择，对不对 ？OK， 我们来先思考一下。我不是说我们这份作业呢，一个新闻标题，目的论、义务论去分析它。那我们重新复习一下，什么是目的论？啊，什么是目的论？目的论讨论行为的结果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益。那义务论讨论事情行为的本身，对不对？好，那我想请问，拉下拉杆这个行为的结果是不是好的？整个火车上人所有的命都被保住了。但是牺牲他自己的儿子，拉下拉杆这个行为。好，那我们来讨论下面这个火车司机选择值得撞我的属于目的论还是义务论？义务论，对，因为这五个小孩本来就不应该，所以火车司机选择值得撞我的属于什么义务论？但是，如果火车司机选择转弯撞一个呢，就什么目的论？因为行为的结果能够获得比较好，五个生命被保留住。OK， 所以有没有绝对对或错？没有，好，没有绝对对或错，哪一个？但是哪一个比较适切？你必须要练习啊，价值判断。好，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不管怎么样，我都选择转弯撞一个，不管怎么样，我都选择转弯撞这一个。那就目的论而言，这叫做牺牲了这一位而救了这五个人。那从义务论的解释，义务论的解释叫做不叫做牺牲，叫做杀害了这一位而救了这五个人，好吗？目的论会说，我牺牲这一位救这五个人，但是义务论会说，我为了救这五个人杀害这一位，所以同样都撞这个，可是目的论跟义务论他的解释、他的解读就会有所不一样。好，那请各位同学不要忘记，我们这份作业要写哦。那我们在讲生命伦理的四大原则，要尊重自主、行善、不伤害、正义原则。好，你也可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判断一些价值，比如说堕胎这件事情属于哪一种，比如说违反生命伦理的四原则，有没有？有吧，不伤害原则，堕胎这个行为违反的是不伤害的原则。可是有的人就说，可是胎儿又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是不是？好，选择拔不拔管这个行为有没有违反这个生命伦理的？好，那即使说拔管可能没有违反生命伦理，但是选择急救呢？一个已经救回来再没有意毫无意识的情况下，那我选择急救有没有违反生命伦理？因为我可能心肺不舒服，可能导致他骨头全部断裂，肋骨全部断裂。好，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你必须要去讨论的、去思考的。善心存善念，有基本上做出对的行为结果，但心存善念也可能做出错的行为结果。像我们上次说，如果去扶那个老先生，就他骨质疏松症导致他骨头全部断裂，那么你能赔得起吗？心存恶念，做出错的行为结果；但心存恶念，倘若做出对的行为结果，请问你会承认吗？你会诚实说出来吗？不太会。好，你为什么都不太会？你看这个哥哥你就知道了。Thank you.
等，有人误会了。你以为就你以为嘛？爸爸在旁边睡觉，爸爸在睡觉，是隔壁邻居被毒死了。好了哈，好，哇，好刺激哦！啊，那请问一下，刚刚打开门会说，吼，明明要毒死弟弟的，怎么毒到隔壁邻居吗？他不会这样说，他会怎么说？他说来来跟你说，老实讲，我就觉得隔壁叔叔怪怪的，每天上咪咪看妈妈，所以我就在妈妈的内内上面涂涂药，看吧，让我抓到隔壁叔叔了。于是这爸妈觉得，哇，我们大儿子真懂事，懂得察言观色，懂得看出隔壁叔叔是一个大色狼啊！哇哦！所以你心存恶念，做出对的行为，结果，请问你会诚实吗？所以有没有善意的谎言？各位同学，从义务论的解释来讲，有没有善意的谎言？没有，谎言本身就是个错，绝对坚持不说谎。但是目的论会说，如果我说谎能够获得比较好的结果，为什么不说谎呢？所以目的论的支持者会说有善意的谎言。那我想请问，这时候你会选择诚实吗？说我其实我想开始稳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应用伦理学，大概13分钟左右，我们快点讲完啊。先物理伦理，我们来看真爱是非题，要接跳到第7题来看哦。各位同学，假设你现在16岁，蜡烛已经吹完了哈。那我想16岁，已经16岁了，我想请问一下，感觉来快了吗？各位，你都8月底以前已经16岁了哈。感觉来了，请问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就是你现在这年代，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呢？什么叫先不要？但明天要吗？现在不要，明天要吗？我说现这个年龄层，高中这个阶段，感觉来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啊，认为可以的请举手。高中这个阶段，认为可以的。没有关系，真的，拜托你们是哪？好，那么坚决不行啊！对对，好，你说可以的，好，对对，那么可以的举手，那么可以的举手，很好啊，要勇敢的举手，举手没关系，举手是真的。从法规上来看，不是可以吗？16到18分效果不在，对啊，本来就可以，为什么不行啊？那么坚决不的，请举手。我们到宗教班了，是不是？我们到宗教班了，是不是？好，坚决不的，好，谢谢。那其他不举手，你们是无性生殖吗？怎么我不管？谁说发生性关系要生小孩，对不对？好，重新再一次啊！认为可以的请举手，认为可以的，这是高中阶段认为可以的请举手，高中阶段的好，认为不可以的请举手，认为不可以的。好，然后其他没有举手的，请我看一下我班有多少无性生殖的同学，你为什么不举手？啊，到底能不能？哎，各位同学，不要相信，我是不是有一堂课告诉你说？不要全然相信课本写的老师所教的，有没有？我讲过这句话，不要全然相信课本写的老师所教的，因为课本常常误导你，老师只好这样教你。我在这，课本误导你，但是老师只好这样教你。所以你发现我都不用课本。好，来，我们看去啊。去年发生的一个少女呢失联了，好，失联之后找到16岁的少男承认跟他发生性关系，父母亲坚持要提告他妨碍性自主。明明到16到18，双方都16到18，明明都你情我愿，那为什么？父母坚持要提告，这是真的。我跟你讲，我自己在不管北关或者是我矫正学校里面的学生里面，同样的状况一样有。我就跟他说，你不是跟你女朋友发生关系，但是你女朋友发生，为什么不能发生性关系？他说老师，你有没有不知道？那我反正就是大家都你情我愿，我愿意发生性，就是我们感觉就发生关系呀。可是父母对方的女生的父母知道的时候，坚持要提告我。他们就这样说，坚持要提高，原因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为了要证明自己的女儿是清白的，被性侵害，不是自愿性的，各位懂吗？不信的话，你今天回去问一下你爸妈，说妈，我如果跟一个男生发生性关系，那个男生男同学发生性关系，你会怎么样？请问你爸妈会说第一种说法是，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要阉了他，斩了他，烧了他家，告诉他，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说，哇哦，我女儿有人要了。觉得不会是第二个嘛，一定是第一个，所以坚持要提高防范性自主。所以其实呢，我自己身边遇到很多男生啊，其实他背负的防范性自主，因为这个时候对，如果对方坚持要提高，其实这只是还给他一个女儿，好像还给他女儿的清白而已，只知道他以后不要被骂，因为你知道有些人骂的很难听，有过骂啊什么，没搞笑过的人骂，都有可能会去骂，所以很难听的话都会说。那为了保护他的女儿，我想这是对的，这这样的并没有错的哈。啊，所以我要说，不要全然相信课本所写的，和老师说教的。那不过我现在又问一个问题了，各位同学，够诚实了，每个都够诚实了。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到 A 片什么时候？
好 ，A 片是指什么？好，那包含那个 BL 的漫画啦，或者 A 漫啦，好吧，接着说。不要跟我说 A 片是指什么，我也听不懂讲。还有艺术交流院，你不要跟我那么巧虎嘞，还什么嘞？好嘞，来，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到，等一下，他说他没看过。你要闭话了，没关系啊。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到是幼儿园时期的景象。对，班就有了，班才没，班才奇怪了哈。小一的，小一的，小一，小一，你们是来自山上的孩子吗？小二的，海边的孩子都没有。你们资讯落伍，小三，小三，小三的，好，小三，小四，小四。小四，好，小五，小五，小五，人生当小五，小六，好，国一，国二，国三，到现在我也从来没有人举手，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人举手，有些人没举手啊，有些人没有举手啊。OK， 那我想讲，我知道都不是你们，不是你们出自意愿想去看的，都是隔壁同学把你带坏的，都是隔壁妈妈带坏的，要不然就哥哥姐姐把你带坏的。我相信你们都是清白无辜的哈。不过我先问一下，我先问哦，在第二个名更有挑战性，都大部分都接触过，对不对？几乎嘛，刚这样讲都有。从你接触那一次之后，再也没有看过的情形。怎么不可能？我就有可能啊！啊，是看过一次，我就看。你不是每天好。第一个资讯，请问你的资讯正确吗 ？A P 上面的资讯正确吗？所以说来自官方还是媒体？可是你看，你明明知道不正确，你又在爱看，对不对？你们刚刚说不正确，但是我刚刚说你看过那些再也不看的情况，因为没人敢举手。所以资讯正不正确？不正确。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到，请问你的薪资是来自哪里？好，那我再问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啊，我不知道是你国小时期还是国中时期啊，国小还是国中时期。老师有在课堂上教你使用保险套的吗？好，国小时期老师有教的请举手。国小时期有那个开放的。好，国中时期老师有教的请举手。OK 啊，到现在为止都还没，你从来没有上过老师有在课堂上教保险套的这个机会。真的？什么国中？永和国中？哪有？我听到别班说永和国中有教的。教什么？他在国小教，但是请问哪一个国中生发生性关系等等，我没有看到怎么去买一下，然后跑到便利商店去买，去拿个保险套，然后去自己提上，有这种国中生敢吗？不敢吧。而且便利商店会卖吗？店员会卖吗？你们有卖，但是不会卖给他。对啊，但是不会卖给那个国中生。那国干嘛叫国中生这种东西？那也是他大厂那里啊。好，所以我要问你，我是问你，这是不是变相的鼓励性关系？性关系，那这是变相的鼓励。我曾经听过一个最扯的理论，他们说什么？为什么要叫国中国小生戴保险套？理由很简单，因为防止他被性侵害。你们也觉得很奇怪？你们没有，因为他说叔，你要性侵害我，对不对？你会不会戴？你有没有戴？你会不会戴？不会戴，我有学过。好吧，来，这是歪理，这真的是歪理，好吗？这真的是歪理。你说，各位同学，我想请问一下，挑战你们敢不敢今天放学回家去对面的便利商店，然后在保险柜那边拿起来去结账，敢不敢？敢做的请举手。你敢哦？敢哦！哇，那他会不会说，同学，你几岁？你要为什么要买这个？那如果这样问你，回答出来吗？我放钱包，回答不出来，对啊，是帮我同学买的，帮我学长买的，帮我学长买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是某种变相的鼓励，可以有早点发生性关系，但是会有哪些社会问题？我们来看第一个社会问题：台湾会不会少女生育率常年亚洲之冠，15到19岁之多？第二个社会问题：
那个这是官方数字是一天平均一天大约有836个小孩被拿掉了，但是按照这个市的统计下来，大概平均一年当中有50到100万的孩子被拿掉，这是官方数字是一天到832个，也是橘厕所拉一坨屎的时间大概有5到3天就不见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的问题，第三个社会问题。台湾艾滋病呢，虽然不是最严重，但是亚洲是最严重的。台湾艾滋病总的感染人数是31846，2017年是34076，2020年39996，2021年是41370。对，当然只会越来越多，而且可能暴增啊。那你不要以为性行为一定是同性性行为有性有不对，不要以为同性性行为才会艾滋病，但是异性性行为也不可能艾滋病，有，尤其包含滥交型的。好，滥交型都有可能啊、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为什么要发生性关系呢？第一个好奇嘛，对不对？我那么早教你干嘛？所以我不会在课堂上教你。好，所以为什么那么早教你带这个东西呢？好奇嘛，越不注意做的事情就越想去做。啊，第二个，怕被笑没有性经验。第三个，为了性父母亲而故意做的行为。哈，不过我现在呼吁一下，在座现场所有女生，拜托，请你相信我说的，全天下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真的只在你还没有跟他有婚约之前为他怀孕。我再说一次。天下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在你没有跟他有婚约之前为他怀孕，因为这完全对你绝对最大的吃亏的一件事情。OK， 女生听住。好，那男生就没差，对不对？你不可能回去跟你妈说，妈，你不让我跟他交，我就杀了他。你妈会说，你水平啊。他们的做阿妈也不错哈。所以男生当然不吃亏，但是最吃亏的是女生。第二个，回到第二个，怕被笑没有经验。听说的话，时代在变，观念也在变哈。你们的学长姐说的，我原本还不相信真的哈。他们说他们的国中的同学的女同学对话，大部分是这样子，有一些人这样，他说你跟你男朋友交往一个月，还没跟他上过床啊？他该不会其实并没有真的喜欢你吧？你怎么还没跟他上过床呢？我3天就跟他上过床了。Okay, 很多女生对话，还有一些对话是什么？你现在国二了，你还是个处女，天哪，你还好吗 ？OK， 哎、欸，这是有些国中女同学，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的有吗？有没有听过类似的对话？国中有哈，叫什么？哦，变成什么国中？有点尴尬。我原本以为是假的，我原本以为是假的，学长姐跟我开玩笑。后来我印证是真的，因为我在北观里面的女所，北观女所里面曾经访谈过几位女生啊，她们大概平均年龄15到17岁。有些外面已经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了，有些已经堕胎3到4次了，15到17岁。所以你觉得第二个也不可能是真的，我是说真的有可能变成女生了。好，那我先讲我真实的故事啊。我22岁，大学毕业，我修教育学程2年，然后实习1年，所以我3年之后才当兵，25岁才当兵。那我当兵的军乐队呢，是国家最高的军种，所以来自非常非常多台湾优秀的人才在那边。好，在当面的时候，那其实我就被我们同话里面问了一个问题，说问我有没有女朋友。那我说实在，我真的从来没交过女朋友，我说没有。然后他接下来就问说，那你现在还是处男吗？我就说怎么了吗？不能吗？好，然后他说啊，算了，反正你们基督徒啊，不是不能问你性行为吗？处男是正常的啦，没什么啦。然后我就说那又怎么了？好，那因为他们很多是大学时期就已经住外面住宿了哈，对，住外面租房子去住，所以他们可能交往过很多女朋友，当然也跟很多女生上过床，所以他们觉得那是正常行为，反而像我这种叫做不正常。OK， 我这种叫不正常在笑我。我现在讲一个事实，我26岁退伍，好，我们大家都退伍，一年10个月之后退伍。然后呢，那些曾经笑我的那些人哈，他们都结婚了，我还没有结婚，他们都结婚了。第二个，我还没有结婚，他们也都离婚了。我再说一次，我还没有结婚，他们结婚了；我还没有结婚，他们都离婚了。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一个性行为开放的、性观念开放的、性经验丰富的人，难道能够保障婚姻吗？会保障婚姻吗？好，所以各位可以放心思考这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那当交往上面防止能够让对方有效的避孕。因为一个女生的最佳受孕期是3到4天，我刚刚请问了3个，3到4天最佳受孕期。但是性病能够通过防范防护，各位同学，你没平常没男同学平常没事看到自己的精子在谁游最快的时候，没有人看过，对不对？为什么？高二，因为要用显微镜看得到。现在到辅导室。HIV 病毒比精子小450倍。请高一、HIV 病毒比精子小辅导不危险。所以保险套最正确的说法不叫保险，叫做卫生套。好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假如我是这一位，
我太太是这一位，她的前男友，她的前女友，然后这个有艾滋病，那整是不是整还全部重要？我听懂，看懂这个意思吗？这不是我说的，顾普医生说呢，美国顾普医生说，那你跟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你就跟对方过去十年之内所有的性伴侣、他的性伴侣、性伴侣都有性关系，也就是因为艾滋病潜伏期是准是十年左右，对，是十年啊，一共十年左右，最长的到十年，所以有可能会整还全部中标。我曾经放到这张图时，有个男同学就问我老师：“那我呢？”我说：“自己不会看的，上面书都有了。”他说：“我不是，他说他是十三。”他说他是十三，那你可以帮他算。我说很抱歉，我是数学老师，我算不出来了。十三跟十三个人发生过性关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好，当现在可能啊，发生性行为唯一担心的会怀孕，但是一般女生什么时候会知道自己怀孕？昨天跟他上过床，今天就发现我怀孕了，这叫神经病。比如说三个月之后才知道怀孕，那我俩这叫做神经大条。好，所以不可能的。正常女性，提高警觉性的女性，一个月就知道怀孕，因为她的月经没有来。但是通常月经没有来，这样的女孩她们会觉得最近生活压力大，所以那个心情不顺。可是拖到第二个月还是没有来，打电话给她男朋友说：“哎，我都还是没有来，怎么办？”你记得男生会说什么？男生都会怎么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拖到第三个月还是没有来，哎，我真的还是没有来，我觉得我怀孕了呢。然后呢，逼着男朋友去买验孕棒。结果发现两条线，你们两个人脸上都三条线，啊，怀孕了怎么办？只好去怎么样夹娃娃啊？啊，多少钱保夹？多少钱保夹？大约哈7到9千块之间，平均8000上下可以保夹。但是请问，夹娃娃这个行为有没有违反生命伦理？不伤害原则，对不对？已经违反了哈。好，那我要说的是，生命的那一刻就已经生命就已经产生了。那你如果真的因为丰富的性经验，即那个可是对方不小心怀孕，你会怎么做呢？你敢生吗？你愿意生吗？你能生吗？你能养吗？好，那同样的问题啊，大家可能说老师你这样很保守呢。那我跟你说啊，我没有告诉你说在正常课什么正爱学院什么叫你问拒绝问你性情，我不想跟你讲这么无聊的话。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同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就好。跟男女朋友交往，如果不是以结婚为前提之下的，拜托尽量不要发生性关系，这是坚决，就是不要，好不好？如果不是因为以结婚为前提之下，那就不要发生性关系。但是如果因为有一些人是因为以结婚为前提，我们未来要结婚啊，可是因为我们要出国留学啊，我们要结婚，可是家里最近在办丧事，所以3到5年之间是不能结婚。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不要发生性关系是拒绝，但是请记得，第一个要18岁以上，没有金钱上的往来，不，然后要不能违反对方的意愿，对不对？所以各位同学，到底能不能婚前性行为是各位同学自己能够去想的哈。那我们刚刚说，在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守法是最基本的条件，但是伦理道德才是我们真该活出的样子。好，我们下课了，28号，哪一位？好，那麻烦你下个坐进来，下课。还要打。